录去袁文辉少年时发生交通意外的地方，了解他的福音媒体的起源，再录去创世电视、影音视团、天使心的媒体基地，更参观中华圣经文物馆和方舟展馆。看他玩小任务就知道他做事认真，玩得开心啦。Wherever you are, His love will last forever with you.